Yuri 看起来蛮文静的，对他整个发疯，他拉拉队那个气势一起来吓，竟然还潇洒哦，干嘛？已经过了，刚刚有没有吓到？没事没事。然后发片不如发泄，哎有发了有发了，发泄真的有听进去，有听进去。Lucky Girl 总共发了几本写真？目前的话是一二，我跟以轩、小鹿，三位有发行写真，还有20个没发。对，因为发一本合集嘛。未来还有 Yuri 有考虑吗？电哥可以帮你出啊，对。我本身有在，本身有在投资。那你也可以投资我的，投资我，对啊。OK OK， 我介绍你去主持，那你要去谈呢。好，好，动物星球。年轻就是本钱，好不好？我也很年轻、啊。老妹啊，你怎么这样？他们今天带来这个表演很精彩，哒哒哒 ，Let's go！两个应该是蓝雨来的吧？我学妇产科哟。Give me a book in the Gucci store. Gucci living in my Gucci store. All your niggas said that you lost without me. All my bitches feel like I died. 结果没得喝啊。Yeah.
Yuri 怎么在 key 削皮啊？好笑。Yuri 看起来蛮文静。对他整个发疯的耶。他拉拉队那个气势一起来抢。现在很潇洒哦。哎，那风潮很疯的。风哎。对。平常看起来的话，哎呀，这样我就哇啦啦啦啦。来来来，兴奋程度，我看你蛮兴奋哦，你本姐。我坐在这边，我兴奋的是老师。爆表了啦！爆表了。好，爆表，哪一边比较厉害？当然是嫩妹啊，人家常常说假 UK 够吧啾。那个，哎呦，说半伤害都是无法犯的错，怕办不清什么，我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。有两首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，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两首的歌名都要啊。对，哇，好硬哦。哇，第一首是什么？不想舍得，不想懂得，不想懂得。嗯，第一首不想懂得，第二首呢？哇，第二个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熊，有吗？知道吗？没。好，第二首的正确答案来。我们不想懂得是第一首，我们的纪念。哦，李雅薇所演唱。哦，都是2007年的。很难很难。哇，对啊，是不是你们选到魔王题耶？对啊。Sorry， 那就扣一分，现在变成是9分了。扣一分。我想到刚刚这中间答错，我没有被惩罚哎。谁答错？对哈，不要动他，不要被惩罚，不要动他，忘了就过去。那个名太太大机了，我当面看错。我那个艺人站好久，保护他，保护他。Yuri 就当没事了 ，Yuri 就最重要就是他那张脸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已经过了十，我跟你讲，准备去领清水了你。已经过了，你还要过来，对不对？早就要冲过来。我被 Q 到了。我要做一个男人，如果没有办法保护好女人，那你算什么渣？没个屁呀！没个屁！好生气哦！来，没啦，卖我别演了 ，Yuri。该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，好好好选哦，不要再答错。你刚刚选到最难的，来来来，想要哪一个？双重惩罚。我觉得女子团体一定可以。哦，这个哦，真的吗？你还是坚持？确定吗？我觉得一定可以，因为你们是女团啊，女子团体，对你有信心。女团，你们应该跳很多舞啊，女团。OK， 这个是跳起来的。哎呦，这一首歌哦。流行的时候，曲艺当时应该还是一个卵子，大概还是一颗卵子。原唱人是李健富，哇塞，请出题。南方二重唱，会成为过去。哦，这很老的歌嘞，这歌很老。只能说 Yuri 很会选。我只能说最开心的是黑衣人。最早期的明星。守着朝阳，朝阳下你灿烂的苏醒。哎哎，这边已经有了，好，几个字有没有提示啊？可以啊，七个字。七个字，黑衣人 stand by 咯。黑衣人已经移动他的脚步了，移动了。黑衣人上，它是一种，它是一种可以提示，这本来大家都可以提示，真的吗？有吗？真的哎，又可以，现在又可以，有吗？大哥说的算，好，两个人一个承诺，我跟你讲，放心，我一定会，没关系，有提示等于没提示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哎呦，哦，接近，接近，我会好好抱抱你。答错！答错！一 A。哇，还好，还好哎，这个不是处罚吗？处罚不是这样吧？不是这样吧？黑衣人这样吧？那个要，不能要错，一下子刚 get 到哎，然后那个猫下去，对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这个。现在因为做电视哦，因为找不到攻读生了，对啊，那他愿意穿这套黑衣的，已经很难得，什么都不缺，他就是缺钱的，蝌蚪装，我打卡的感觉，跟谁啊？赵柯，答案
哦，答案就是守着阳光，守着你。恭喜，再得一分 music。可以等候三世，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，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，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让你不再流泪，让我不再心伤。选了耶，选题太还有很多啊，对啊，还有很多啊。我觉得同性别合唱应该可，同性别合唱很多很多很多，同性男男合唱、女女合唱，对不对？同性别 S H 也是同性别，对啊，对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同性哦。不是性别的性，同性别要哪一个？同性别，同性别，好，同性别的歌曲，请出题。真会选。我们都会是你真的超会学，你看他的脸，曲艺现在越来越像树懒了，对，累了吗？陈奕迅跟梁汉文，哎呦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，哎呦，我努力激动，这动作知道，我知道动作已经有，我知道，还有很红很红，天哪，蛮红的。先跟你讲，鱿鱼游戏里面有，鱿鱼里面有提示的太好了，几个字啊？不能再想，现在讲上去，鱿鱼游戏里面有，而且你一定看过。他换了新武器啊！不行，这样子。他换了新武器啊！因为太明显了，好像真的要来惩罚。好，答案是什么？告诉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啊！哦，我大概知道。木头人吗？不是吧？那你快讲。Oh my god！ 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哦，正确答案答错。好。碰他了。哦，这是。黑人，黑人很害怕，黑人专访，来，专访，先来专访，专访，不是，我们身为一个艺人呢，这种东西不可以抵抗，好，拿一下，好来，我们还是，我们有我们的家教了，我再讲，哎呦呦呦，然后人拉起来，那你要反正要勇敢挺出来，要挺住你，不要让他拉走，对不对？然后观众看到你一个热忱的一个表演，是啊，对，人家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艺人是可以值得面对恐惧，对，我示范给你看，来，接下来，没了，超可怜的。要这样子，戴安呢？要这个。他什么时候戴项圈呢？哎，他小叮当哦，是处罚黑。没，他就想回去了。我让他的，刚刚有没有恰到？没事。